三，听句子，选出你听到的音节。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right syllable you hear。一，我姓白。我姓白。二，我是李老师。我是李老师。三，他是哪国人？ 他是哪国人？一，我姓白。我姓白。二，我是李老师。我是李老师。三，他是哪国人？他是哪国人？ 一，我姓白。我姓白。二，我是李老师。我是李老师。三，他是哪国人？他是哪国人？